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，祸害安息国三藏安世高义。佛在舍卫国，其还阿难宾底阿兰，时佛伤哀诸所有生死之类故，结出称为分别善恶，都有五道。人作善恶有多少，称慧有薄厚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何谓五道？一为天道，二为人道，三为恶鬼道，四为畜生道，五为淋漓泰山地狱道。人不求度世道者，生死忧苦不断绝，往来五道不得解脱。贤者侠人，掩于忧苦，见师则成事，不见则思师教戒。师教人去恶就善，是人度世之道。父母养育，老病死亡一世耳。佛度人万事不及，贤明智者以手思为之。佛告诸弟子，皆听我为汝陈说善恶之祸福。诸弟子皆长跪，插手言，诺受教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慈心不杀生，从不杀得五福。何等五？一者寿命增长，二者身安稳，三者不为兵刃、虎狼、毒虫所伤害，四者得升天，天上寿无极，五者从天上来，下生世间则长寿。今见有百岁者，皆故是宿命不杀所致，乐死不如苦生，如是分明，胜莫犯杀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取他人财物，道中不拾遗，心不贪利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财物日增，二者不亡遗，三者无所谓，四者得升天，天上夺珍宝，五者从天上来，下生世间保守其财产，县官盗贼不敢侵犯取其财。今现有宝财至老者，皆故是宿命不敢取他人财物所致也。王无多少，令人忧恼，王遗不如宝在，如是分明，甚莫取他人财物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犯他人妇女，心不念邪僻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不枉费，二者不畏县官，三者不畏人，四者得上天，天上育女作妇，五者从天上来，下生世间多端正妇。今尊者见有若干妇端正好色，皆故是宿命不犯他人妇女所致也。见在分明，甚莫犯他人妇女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两舌缠人，不恶口骂人，不妄言其语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语言皆信，二者为人所爱，三者口气相好，四者得上天，为诸天所敬，五者从天上来，下生世间为人好口齿，他人不敢以恶语污之。今见有从生至老不被口谤者，皆故是宿命护口善言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甚莫妄缠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饮酒醉，从不醉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传言上士，进见常立，语言不谬误，意事幻如意；二者
家事修治，常有余财。三者，假借求利及得，亦为人所敬爱。四者，得上天，亦为诸天所尊重。五者，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洁白自喜，贤惠小事，皆从故事宿命不饮酒所致，慎莫饮酒。佛言，人于世间，不持刀杖恐人，不以手足加痛于人，不斗乱别离人，己所不欲，不施于人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，身体强健；二者，卧起常安稳；三者，为诸天龙鬼神所护视；四者，得上天，天上乐无极；五者，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身体顽具，无疾病。今见有从生至老无有疾病者，是皆故事宿命不加痛于人所致。如是分明，甚莫加恶于人。佛言，人于世间，何心不嗔恚？见贤者敬之，愚者忍之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，为人所称誉；二者，人见之皆欢喜；三者，身子安稳，意润则好；四者，得上天，天上端正净洁；五者，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人善性，端正书好。今见有好人万人之选，皆故事宿命，和心善性，人如所至也。不嗔恚如是分明，甚莫嗔恚于人。佛言，人于世间，孝顺父母，敬事长老，恭直谦卑，先跪后起，后言先止，常教恶人为善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，为人所敬爱；二者，人皆道其善；三者，自意欢喜；四者，得上天，为诸天所敬爱；五者，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众人所媚爱。今见有善心孝顺，为众人所媚爱者，皆是故事宿命孝顺，尽是长老所致。如是分明，可作孝顺事于长老。佛言，人于世间，用见小事，善心好意，尽是尊老，礼节兼备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，仕宦得好职；二者，在官及迁，卖买得利；三者，百姓见之皆欢喜；四者，得上天，诸天见之皆欢喜；五者，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王侯公卿作子，皆故事宿命，行礼作福所致。如是分明，甚莫骄慢于人。佛言，人于世间，不悭贪，好喜布施，爱是诸家亲属贫穷者，若乞丐儿，饮食常当食饱，衣亦当完好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，财产日增；二者，为诸天下人所称誉；三者，为州郡国所尊敬；四者，得上天，天上所事；五者，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大富乐，为众人所敬，皆故事宿命，不施行善所致。如是分明者，亦可行得布施。佛言，人于世间，有明经贤者，若沙门、道士，习往问度世之道，心不嫉妒贪爱高远贤者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，得暇；二者，多闻；亦多知多见；三者，多敬探知；四者，得上天，天上事所学；五者，
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即明经小道，为国家所敬重，亦为人所归养。今见有明经小道者，此皆故事宿命做道行德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亦可行道德。佛说经已，诸弟子皆欢喜，前为佛作礼。佛言：听说作恶得恶。诸弟子皆插手言：诺，受佛教。佛言：人于世间喜杀生，无慈之心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寿命短，二者多惊怖，三者多仇怨，四者万分以后魂魄入泰山地狱中，泰山地狱中毒痛烤炙，烧至蒸煮，灼刺吐蕃，压肠破骨，欲生不得，犯杀最大，久久乃出。五者从狱中来出生为人，常当短命，或胎伤而死，或堕地而死，或数十百日而死，年数十岁而死者，今见有短命人，若行斑疮，身体不完，薄茧突鱼，或盲聋喑哑，求鼻塞痈，或无手足，孔窍不通，皆有故事宿命屠杀、射猎、罗网捕鱼、残杀文盲、龟鳖、藻虱所致，如是分明，甚莫犯杀。佛言：人于世间偷盗劫人，强取他人财物，求利不以道理，欺诈取财物，轻秤、小斗、短尺欺人，若以重秤、大斗、长尺轻人，道中舍疑，取非其财，负债借贷不归，抵触以行护人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财物日耗减，二者王法所及，觉知当孤，少有托者，三者若身未尝安归，常怀恐怖，亦自欺身，四者死后魂魄入泰山地狱中，泰山地狱中烤炙数千万毒，随所作受罪。五者从狱中来出，随所负轻重常在，或有做奴婢长者，或做牛马骡驴骆驼长者，或做猪羊鹅鸭鸡犬长者，诸禽兽鱼鳖之属，皆是负债者。今言债不腐朽所谓也。今见有下贱畜生之属，皆由故事宿命贪利，强取人财物所致也。畜生勤苦如是，见在分明，甚莫取他人财物。佛言：人于世间淫逸犯他人妇女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家事不和，夫妇数斗，数亡钱财；二者为县官，常与垂帐从事，王法所及，身当被孤，多死少生；三者自欺身，常恐畏人；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泰山地狱中铁柱振翅，身长暴之，作犯他人妇女，故得世殃，如是数千万岁，行乃尽。五者从狱中来，出生为鸡、凫、鸟、鸭、人，魂魄无形，所着为名。今见有鸡凫淫逸，不避母子，亦无节度，亦有犬马之争，狗争渔夫，畜生之属，皆有性足，而鸡凫淫逸，独无止足，皆从故事宿命淫逸犯他人妇女，受是鸡凫身，当为人所惮时，如是勤苦不可述说，如是分明，甚莫犯他人妇女。佛言：人于世间喜两舌缠人，喜恶口妄言，其语
自贡高诽谤圣道，嫉贤妒能，皮子高才，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多怨憎，二者自欺身，亦从世人皆不信，三者殊逢非祸，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泰山地狱中有鬼从人相拔其舌，若以烧铁勾其舌断，若以烧铁狼铠刺其咽，欲死不得，欲生不得，不能语言，如是数千万岁。五者从地狱中来出，为人恶口，齿或免缺，迷津简籍重言，或阴哑不能言语。今见有事曹人，皆故事宿命两舌缠人，诽谤圣道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亦可神恶口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习饮酒醉，得三十六失。何等三十六失？一者，人饮酒醉，食子不敬父母，臣不敬君，君臣父子无有上下。二者，语言多乱误。三者，罪变两舌多口。四者，人有拂逆隐私之事，罪变道之。五者，罪变骂天逆舍，不必忌讳。六者，变卧道中不能复归，或往所持食物。七者，罪变不能自证。八者，罪变低仰横行，或堕沟坑。九者，罪变必顿复起，破伤面目。十者，所卖买谬误忘触底。十一者，罪变失事，不忧自身。十二者，所有财物耗减。十三者，罪变不念妻子饥寒。十四者，罪变唤骂不必王法。十五者，罪变解衣脱坤裤，裸行而走。十六者，罪变妄入人家中，千人妇女，语言干乱，其过无状。十七者，人过其旁，欲与共斗。十八者，踏地唤呼，惊动四邻。十九者，罪变妄杀重置。二十者，罪变抓锤射中食物，破碎之。二十一者，罪变家事，视之如罪囚，语言冲口而出。二十二者，朋党恶人。二十三者，疏远贤善。二十四者，醉卧绝食，身体如疾病。二十五者，罪变吐逆，如恶露出，妻子自增其所状。二十六者，罪变意欲前荡，向狼无所避。二十七者，罪变不敬明经贤者，不敬道士，不敬沙门。二十八者，罪变淫逸，无所畏避。二十九者，罪变如狂人，人见之皆走。三十者，罪变如死人，无所复视之。三十一者，罪或得泡面，或得酒病，正微黄熟。三十二者，天龙鬼神皆以酒为恶。三十三者，亲后之事日远之。三十四者，罪变蹲踞是常例，获得鞭蹦和两目。三十五者，万分之后当入泰山地狱，常小童入口，教父中过下去，如是求生难得，求死难得，千万岁。三十六者，从地狱中来出，身为人常愚痴，无所视之。今见有愚痴无所视之人，皆从故事宿命喜嗜酒所致。如是分明，亦可胜酒。酒有三十六失，人饮酒皆犯三十六失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喜持杖恐人，以手足加痛于人，喜斗乱别离人，己所不喜强持与人。
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自欺身，亦为人所患毒；二者身为恐怖；三者又数病疾；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随所作受罪，久久万岁；五者从地狱来出，身为人多病，身不离障。今见有多病者，皆故事宿命，喜加痛疾之所致也。多病不如强健，如是分明，甚莫加恶于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常喜嗔恚，不合调。见贤者亦恚，见愚者亦恚之。不别善恶，但欲嗔恚而已。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为自烧身；二者意自乱意；三者卧起不安稳，或忧悔自杀；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毒痛烤至数千万岁；五者从泰山地狱中出，身为人面目长恶，色味黑黄熟。今见有恶色人，皆从故事宿命喜嗔恚所致，面丑恶色，不如端正好色，如是分明，甚莫嗔恚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。伤心，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自归依僧，当愿众生同离大众，一切无一念三宝，一念慈悲，这点真要紧。所以啦，让内心不空过啊，咱的外表会老去啊，但是咱的心爱一直训练呐。如果你将你的快乐顶在你的外表、世间的名利，那么安然就是可怜，知道吗？因为你的内心里面没有训练，哇，老啊就艰苦啊，老啊大家都在怨叹，我老啊，啊，我老啊，啊。那是我现在很有钱啊，但是内心里面不快乐。过年您嫁没回来，你就睡不起啊。啊，大家结婚呢，翁没回来，还艰苦啊。啊，然后呢，每天就要艰苦，是吧？因为心没训练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的心要看清楚真相。啊，那是呢，咱的心要向着慈悲。各位要保持这个习惯。啊，看到地板，哦，我要做红地毯。啊，温柔慈悲，好让大啊，那即呢，忍辱如地，那你要嘛，一直转变自己的念头。那各位你哪样去走呢？那你就会发觉哦，你会慢慢开发一种自在的心，不但自在，然后呢，你够有法度开始去服务别人啊，心靠方便。但是你要去转化一切，首先你要有清净心，然后呢，诸佛菩萨你给你加持，佛法你给你引导。各位，这世间不是只有你一个啊！啊，你想要利益众生，要怎么做啊？因缘不可思议，很多创造很好的因缘，诸佛菩萨会引导你，让你看到该看到的，乃至也让你看到痛苦的，免得去给弥补。啊，有的人物件不可以不知，有的人马上就看得到。啊，哦，一张纸里底有两千字，有的人不知道那里写不对，几篇念完了不知道那里写不对。有的人一把酒一看了，就看了，哎，那里唔对，啊，那是有的人虽然看对唔对，但是伊不要了解意思。
有的人虽然了解艺术，但是不要用。那这个就是你心灵的层次到什么地方，你就看到什么地方。啊，对咱凡夫来看哦，查甫查某好雅善；对佛来看哦，这个人是佛，还有什么障碍，免了该躲啊呢？啊，所以呢，你也去看者，心理人看是免了叹气，合佛的人看哦是免了和这个人做佛，你也去思维者。那为了要去做佛，咱嘛学习一种幸福的方式。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感谢